军火总成本是一个 W 啊，先来两个愤怒腰带，回本一半，音效拉满。鉴定至少80级的装备时出现愤怒特效，逆天的双蓝字，牛了无级别，永不磨损加愤怒。第一个白，第二个白，先发制人一特技，笑里藏刀俩特技，坚固一个特效，蜘蛛精四个蓝字，十件装备四个蓝字啊，其中包含了笑里藏刀啊，加坚固，但是仍然用处不大。最后十个腰带，11.2亿的资源，最后的冲刺，谈成就，逆天的双蓝，愤怒，愤怒，牛了，愤怒，愤怒，牛了，逆天双蓝，我操，又是珍宝，永不磨损啊，永不磨损。精致精致，哎呀我去他妈的，这个是离永不离无级别到底有多近呀 啊离无级别到底有多近啊。好，老板喜提了一个120级愤怒啊，喜出了一个120永不磨损啊鞋子啊，可以点化一次，点化套装不满意可以送一次啊。